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呢，其实而家市面上呢已经係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买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我系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Jenna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最近呢我又听到一啲朋友亦都喺坊间度睇到一啲资料呢，就係讲及一个产品呢叫做沙棘油，即係喺沙棘里面提炼咗出嚟嘅油。咁究竟呢一个产品呢个来源啦同埋系啲咩嘢嚟，袁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我接触沙棘油啦，都是大概都成十年前嘅。咁嗰时候咧，就香港我哋个飞碟学会啦，咁就邀请咗好多外边嘅美国嘅外国嘅啲人嚟香港做演讲嘅。咁其中有位苏联嘅科学家嚟嘅。咁佢嚟香港期间咧，咁佢太太啊、女啊，咁都同佢一齐嚟嘅。咁嗰个会议之后咧，咁我就招呼咗佢啊，香港啊食下饭。咁最后尾咧，佢就好系咧。就寄咗个礼物俾我，咁一睇啦，打开嚟一睇咧，咦，系一啲油嚟嘅，即系一种油嚟嘅，但我又唔知系乜嘢。咁再睇真啲咧，原来咧佢系即系苏联文嚟嘅吓。咁最尾先俾我夹硬慢慢去谂一谂咧，咁我先睇到咧，哦，原来呢个就系沙棘嘅，沙棘油嚟嘅，一樽油嚟嘅。咁跟住我哋上网啦去睇啦，咁大家喺网上你会睇到咧，沙棘油咧系最惊人的应用呢就是比那些烧伤的。你要看到在网上呢有多些很严重啊，烧到呢直情即是可以这么说呢是会很丑陋的，因为那些皮会生晒啦啊这样。但结果呢用沙棘油治疗之后呢差不多全部康复。咁所以不单止是烧到直情溃烂啊都得的。咁当然啦，咁一般香港的人对沙棘油的认识呢都是在保健方面啊。咁尤其是呢就在那个保护肝的，即是香港人很知道肝的问题，在中医方面呢，咁医学上呢我都知道呢肝是一个排毒的器官啦，咁所以很多人呢去到就知道呢肝是即是肝有肝炎，香港都很多，香港十个人有一个人有肝炎，咁其中呢就会有机会呢是变成呢是肝癌的。咁所以香港人对沙棘油都有啲认识，咁但呢就在市面上呢就不是说很多很多都有听过，有不同的牌子啊咁样。咁好啦，咁其实沙棘油呢好得意，係有一段故事㗎。原来喺1960年代呢，咁即係美国同埋苏联有冷战期间啦，咁大家各个嗰啲国家呢都喺此呢就係发展嗰个太空嘅发展嘅。咁其中呢以美国同埋苏联啦即係竞争呢最近最为激烈啦。到70年代呢前苏联呢就曾经一度领先过美国㗎。尤其是呢是減低太空人的輻射的傷害，提升免疫能力呢覺得好像突破性的進展的，能夠停留在太空的時間比美國的太空人更加久的。當然這個結果令到美國人呢大為驚訝啦，是不是？咁經過一大的時間去探討追查才發現，原來以前蘇聯的政府呢竟然呢是用很大的資源呢在一些贫乏嗰啲荒凉的西伯利亚地区呢是培植了一些植物就叫做沙棘。咁同时呢成立啲军事嘅农场嘅大規模种植制造沙棘嘅产品，专门供给俾太空人用嘅。好啦，咁几年之后呢嘅即係产量多啲呢就慢慢呢将佢成为一个健康产品。
咁所以沙基油咧，即系点解呢位嘅苏联人吓，即系佢住喺美国啦吓，咁佢就会寄呢样嘢，佢知道呢样系犀利，咁佢亦都知道参观我哋健康店啦，啊，咁知道我哋系我哋有好多健康产品嘅，咁好啦。咁当美国太空科学家知道咗之后咧，就哇如获至宝啦，要急起直追，动员大量嘅科学家咧开始积极研究，翻经过好多大努力咧，终于研发咗嘅沙棘油，而且证实咧系对于太空人抵抗来自宇宙嘅各种嘅射线，避免受到伤害嘅。咁最后咧，沙棘油咧就被广泛应用喺嗰啲嗰个太空即系太行嘅医疗里边嘅。能够在太空美国太空竞即系竞争之里边咧，就扳回一城吓。咁、由于沙棘取到嘅制造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当时都系比较矜贵嘅，咁所以喺当时咧有叫做黄金油或者油科嘅黄金之美誉。即系当然啦，佢当时系因为十分之矜贵嘅吓。咁、当时已经知道咧，沙棘咧偏好喺一啲温带地区嘅高山河流两岸。充积的地方，它内河和内干燥，同埋咧，它分布咧从中国大陆的西北方蒙古，一直到欧洲的北部咧，都可以见到野山山棘的踪迹嘅。咁仲亦都发现咧，沙棘咧好得意嘅，佢嗰、那个佢系好即系好受到嗰、那个抵抗力嘅，啊，即系佢系好挨得嘅吓。咁、佢可以能够温度摄氏零下43度，直至到温度气温高到40度咧，都一样可以生存嘅。哇！即系佢嗰个本身嗰个植物咧，又可以好耐寒，又可以好耐热都得嘅、即系喺两个咁极端嘅，即系佢好耐得咯嘅气温之下都可以生长。干旱系咪冇乜山高地？即系一个好荒芜嘅地带，即系佢适应能力系好犀利嘅。咁、当然啦，而家培植嗰方面咧，系比一个好啲嘅温度啦。咁仲有一种讲法咧，佢话咧。在中国的大陆的科学家考证呢，他沙基在早在700年前呢宋末元初的时候呢已经受到成吉思汗的重视的。咁你知道呢，他是长期骑马战争的南征北伐的过程里面呢，偶尔之间呢发现了一些战马吃了沙基之后呢，那个皮毛光滑还能够增加体力，内即能够长途奔跑的作战的。就算受咗伤咧，都好容易复原嘅。咁于是咧，佢就成为咗一个即系佢当时经常用嘅咧嘅食品啦。咁亦都可以解释咧，即系可能咧，成吉思汗咧系用呢个系保健养生嘅。咁佢到60，年过60咧，佢仍然都系即系仲好打得嘅吓。咁、呢个可能咧，佢即系成吉思汗能够建立亚太嘅帝国嘅原因之一嘅。咁、当时你知道啦，打仗里边咧难免有啲。马匹会受伤的，咁受伤的马匹，佢唔会仲住带住佢去啊，去用嘅。咁通常就即系放咗佢啦，放生佢啦。咁喺啲咁嗰啲地方都系沙漠地带。咁最尾佢发现咧，每次我发现咧，嗰啲马匹咧放生之后咧，就系、唔单止冇死到，受伤之后冇死到，仲咧系仲恢复咗身体，同埋嗰啲毛发咧都发亮嘅吓，咁、所以佢就咁嗰啲士兵就睇到底发生咩事咧，咁啊当然咪跟踪啲马匹啦，咁、发现啲马匹咧就食咗呢啲咁样嘅果实，即系当时可能一啲野果啊咁样样嘅，系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嗰、个医学个名嗰方面咧，沙棘呢个字咧喺英文咧系叫做 hippophorinodus。Hippo 即是咧，系发光嘅毛，即系会令到马毛发光咁样样。咁就个名咧，嗰个医学个学名咧，就系咁样得翻嚟嘅。好啦，咁我哋首先要睇下咧，即系沙棘油咧，原来咧喺咁多嘅科研之下发现咧，佢个营养系好丰富嘅吓，系异常丰富嘅。沙棘本身咧，佢含有系。190多种咧系活化嘅物质，咁同埋咧系所有嘅整全嘅阿米加油吓，同埋好平衡嘅，即系阿米加成日讲369369系咪？有一个好平均嘅，咁佢仲有咧系有差唔多有60种嘅多过60种嘅抗氧化，咁啊植物咧本身咧系有大量嘅维他命 C。差不多300到1600的 mg 是100个 gram 里面咁多嘅，通常咧系大过
大多数的水果和、蔬菜的。咁沙棘叶亦都是从、一个很好的维他命 C 啊、A 啊、E 啊、胡萝卜素啊、矿物盐啊、氨基酸啊和脂肪酸的来源嚟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即系佢个种子个亚麻嗰个沙棘籽油咧，系嗰、那个那个脂肪酸啦、啊，同埋维他命 E、K 啊，嗰、那个胡萝卜素咧，同埋系嗰个。是非常之高的、好像都佢都即系喺植物里面很少含有维他命 B 十二嗰个嘅成分喺度。系啦系啦，仲有一样嘅系啦。咁呢样嘢咧系比较罕有嘅，因为好多时候咧素食嘅人啦，出现一个问题啦。咁由食物里面攞维他命 B 十二系唔多嘅，唔多食物有嘅。咁、原来沙棘籽咧油咧系本身系有吓、有呢个成分嘅。好啦。咁佢個沙棘籽油呢佢被發現呢係有啲咩嘅作用呢佢第一佢係加強你嗰、那個精神嘅即係 energy 嘅嘅能量嘅亦都係調理我哋嗰個免疫方面抗衰老抗貧血消炎抗壓力同埋呢佢會減低你嗰個胃口㗎喎、即係令到你呢就係、即係唔會話係突然间即系 crave for 好渴望食一啲即系可能嗰啲即系容易垃圾食物、啊，即系唔会成日饿啦，即系意思啦。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即系你即系一个减肥嘅好工具啦，系、咪？即系你会成日好似唔够即系仲系好似饿嘅感觉啊嘛。咁、其实我成日都同大家同个病人都分享过嘅。佢话如果你有啲人成日话营养太高，会唔会令我肥？咁其实都好大好错好错嘅，营养高咧系唔会令你肥嘅，系亦冇乜营养，系只系有啲卡路里充满卡路里嗰啲咧，吓嗰啲就会令你肥嘅。咁、通常一种减肥嘅有效方法咧，你食一啲系高浓度营养系好全整嘅食物，但卡路里未唔会高噶，唔系一定要相应高嘅。咁咧你食咗之后咧，你个身体喺生理上咧。是一种很满足感嘛、即是我觉得够啦、即是我没什么缺乏啦、那不会好像学食那些垃圾食物。是的所以一种减肥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的。你吃一些是高浓度营养是太低卡路里完整的食物呢那么自然呢就身体就不会觉得需要搏命吃东西的。沙棘啦本身啦你已经看到啦曾经说它营养是很全面的。所以呢它 是做到一个降胃口，即系唔使咁大食嘅方法啦。咁佢亦都系抗肿瘤啦、抗癌啦、抗细菌啦，同埋咧保护细胞同埋肝啊，即系啊，同埋咧最紧要咧系保护辐射方面嘅啊。所以苏联太空人咧就会食呢样嘢咧嚟到帮助喺太空即系工作漫游咧，系防止呢啲宇宙线嗰啲辐射嘅伤害嘅。咁仲有呢佢个亦都去帮助我哋身体嘅组织呢系重新嘅。咁呢啲全部喺我哋嘅即係科研里面做晒。咁大家同你讲呢其实早期啲科研呢系一种秘密嘅科研嚟嘅因为军事需要㗎嘛。咁佢就帮我哋研究咗好多发现呢原来呢嗰、那个效果系咁鬼死惊系咁惊人嘅。係咁好啦。咁咁其實咧喺臨牀上面實用上面咧，我哋可以即係可以針對一啲咩嘅病人啊，或者係可以喺個喺咩方面用途到咁樣。係啦，咁我哋始終咧喺我哋喺大家都成日都同大家提及啦。其實喺自然界乜啲工具係乜嘢都可以處理得到噶啦。係。沙棘油咧本身咧係愛嚟抗衰老 ，anti-aging 嘅。咁佢可以，仲有咧可以减慢同埋减低我哋嗰个脑嘅衰退嘅，即系有时年纪大咧会衰退嘅，个脑就会衰退，一个好常见嘅现象。系啊，呢个系啊吓。咁沙棘入边嘅啲抗氧化咧，系会减低我哋嗰个氧化嗰个程度啦，游离基嘅中和啲游离基啦，所以成为一种即系抗衰老嘅工具嚟嘅。如果日日服用咧。可以令到你更加青春同埋健康嘅，亦都会咧令到我哋啲皮肤同埋个身体嘅组织系更加即系充满营养嘅。咁呢个系需要，因为头先你都讲过啦，那个沙棘籽油里面咧，其实好多时即系啲人应用住喺嗰个皮肤上面嘅烧伤啊嗰啲咁样。咁如果你喺呢个抗衰老嘅过程里面，我哋系应该
用外用啊，定系内服咁样样？好多嘅，其实咧好多嘅嗰啲护肤品咧，其实都有沙棘油嘅吓，即系有啲小心留意咧，有啲好嗰啲咧，佢会有沙棘油嘅成分嘅。咁当然咧，你可以其实可以内服嘅吓，咁仲亦都可以外用吓。咁所以咧，尤其是皮肤嗰方面吓。咁仲有咧，佢會改善我哋嗰個視力喎，即係年紀大都知道，你知道啦嚇，整體都會有衰退啦，皮膚嘅衰退啊，好多老人斑啊呢啲咁樣啦，咁同埋咧視力啊整個嘅腦袋啊都會慢慢退化，因為我頭先所講嗰啲遊離機嘅破壞咯。好啦，咁仲有咧，頭先所講呢塊有個消炎嘅 ，OK， 咁沙棘油咧係可以減低炎症啦，可以舒緩嗰啲痛症啦，咁佢原來佢仲有一種嘅亞米加咧，除咗369咧，就亞米加七嘅，呢個比較少聽，呢個好聽係好少聽到嘅。咁呢個咧係一種好強力嘅抗氧化、抗炎嘅成分。咁佢入邊咧就包括咧係嗰個胡蘿蔔素啦，好啦，咁即係多方面嘅維他命 E 啦嚇 ，tocopherol 呢方面啦。同埋 Tigotrienol， 即係維他命 E 都有幾類嘅嚇，咁所以最緊要咧係啱嗰類嘅。咁仲有嗰、那個植物嗰、那個激素嗰方面啦，咁有一般所認識嘅亞米加369嘅脂肪酸嘅。哦，咁呢啲如果咁样又去过嗰个消炎功效咁大，比起咧坊间任何啲西药嗰啲消炎药，我谂呢个咧应该即系嗰个发挥个作用咧更大噶。系啦，冇错。好啦，喺脑袋方面咧，我哋发现咧沙棘咧可以改善我哋嗰个智慧吓、啊，我哋个智力啦吓、啊，我哋嗰、那个咁啊个脑袋啦，同埋咧系帮助细蚊仔嘅成长嘅。咁、因为佢有好多氨基酸啦吓、啊，即系蛋白质嘅氨基酸啦，维他命啦。微元素啦，不饱和嘅脂肪喺入边啦吓，咁仲有呢个咧系可以改善细蚊仔嘅智力同埋健康嘅。咁嗱，我哋咪成日都听见啲人咧就话咩咧系要赢咗气泡先有啦，系咪吓 DHA 啊啲呢个？咁原来咧沙棘油咧系喺呢方面亦都系有呢方面嘅。嘅功效嘅，咦，临近考试季节咯，咁应该啲读书啊，啲家长咧会嚟疯狂抢购噶咯。吓、啊，這個、呢个咧系亦都系我哋咧系觉得系好系可以即系喺应用吓，因为呢方面嘅唔单止系嗰个补脑啊吓，有其他方面都好好犀利。好哇，好即系沙棘油這個呢个咧，实在咧资料太丰富啦。咁我哋咧呢节我哋嘅时间就差唔多，一阵间我哋再翻嚟继续我哋嘅自然疗法与你。今日嘅题目就系沙棘神奇之果。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回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沙棘神奇之果。袁先生在上一节的时候都你提及了那个沙棘油有些功效，那在个治疗和保健方面还有些什么犀利之处呢？那么再继续啦，就是那个烧伤啦，是不是？我就跟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有即係有興趣啦，可以上上個 YouTube 睇到嘅。你就咁話沙棘油燒傷，你要睇到呢啲嗰啲個案咧係驚人嘅，即係唔係啲普通燒傷，係燒到直情啲肉要爛嘅。係基本上咧，即係如果做嗰個將來咧，如果唔係呢個沙棘油幫到呢個燒傷嘅病人咧，呢、這個燒傷病人將來要做好多啲即係嗰啲所謂嗰啲外科手術啊、植皮係好痛苦嘅。咁我知道沙棘油本身咧，可以增进我哋嘅身体嘅组织嘅重生啦，同埋外皮嘅组织嘅愈复啦。咁任何烧伤或者化学嗰啲伤吓，即系有啲化学嘢六亲啊嗰啲咁样咧，都可以用呢个帮助沙棘油嘅。
咁喺研究方面咧，曾经试过咧，就用喺嗰啲沙机油挤落嗰个纱布嗰度，啊，即系冚落去咁样样啦。咁进行喺151位烧伤嘅病人咧，发现咧用沙机油嗰啲咧，唔单止嗰个肿痛啊，肿痛方面啊，系嗰个康复咧嘅程度咧，系远远快过咧，只系用嗰啲。所谓嗰啲petroleum 嘅，即系嗰啲一般嗰啲嘅润滑系啦，润滑嗰啲油咁，即系两个比较过嘅吓。咁但系喺网上睇到咧，呢个系一个唔系一个普通医伤烧伤，系好犀利，即系可能讲紧二级、三级以上嘅烧伤程度啊，嗰啲冇错。系啦，二级、三级起码噶吓。嗯、好啦，咁喺癌症方面咧，我哋发现咧，用沙棘咧系可以预防癌症咧，减低嗰、那个。接受癌症治疗嘅，即系好多系讲用紧系啲咩，用嗰啲化疗嗰方面吓，有啲好多呢方面临床嘅。咁有啲病人咧都要坚持咧就要用化疗，系咪？咁、虽然咧化疗嗰个效果咧系五年嘅存活率咧系 2.3%， 系好低好低嘅。咁、但系好多人咧都系即系冇办法吓，走唔甩，走唔甩呢种咁咧都要去做嘅。咁咧就为咗发现咧系。如果用嗰个沙棘油咧，系可以减低嗰个化疗或者嗰、那个电疗嗰啲对嗰、那个身体细胞嘅伤害嘅吓，咁、因为佢主要系佢增强嗰个抗体啦，加强嘅身体即系对嗰个抵御嗰个辐射啦，同埋嗰个细胞嘅异变吓，咁喺呢方面咧都好多研究嘅。好啦，仲一方面咧好大嘅应用咧就系咩咧？系嗰、那个。那个心血管方面心血管呢好多时候呢是跟我们那个动物啦的游离机的破坏还有呢是身体那个血脂高有关的。咁沙棘籽油呢尤其是呢是可以减低这些游离机的破坏呢是减低身体血脂那个水平的就减血脂的。咁佢本身呢亦都有好丰富嘅脂肪酸啦，咁亦都呢啲脂肪酸呢係帮助我哋嗰个心脏嘅健康嘅。咁尤其是佢都会促进咗嗰个血嗰个循环啦。係啦，咁呢一种嘅譬如有两种嘅脂肪酸啦，叫 oleic 同埋 linoleic acid， 呢两种脂肪酸呢係可以知道可以减低我哋胆固醇，亦都我哋帮我哋降血压，亦都减低我哋血小板嘅聚积，即系血好浓好结吓，咁即系即系稀化我哋个血，就唔使食嗰啲所谓薄血药啦，薄血药啦，化学嗰啲薄血药啦吓，咁可以天然嘅薄血药啦咁。好啦，咁仲有另外一方面系消化吓，你知道消化咧系差唔多系人类最多文明人最多嘅问题，消化起码30%啲人咧系肠方面有不同程度嘅肠消化问题啊、肠激啊呢啲问题。咁呢方面咧，个沙棘咧系喺我哋个消化道嗰度啦，包括我哋个胃啦，嗰、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啦、炎症咧系消化不良，全部都有帮助嘅。好啦，湿疹啊，咁既然咧有啲人话，既然同嗰个烧伤嗰方面咁好嘅，咁会唔会对湿疹都有帮助咧？咁喺呢方面咧，都好多问题啊，系啦，好多都系用湿疹治疗湿疹。咁当然咧系可以食啦，同埋严重都可以查，都可以得嘅。好啦，咁仲有方面咧系保眼吓，而家好多啲眼疾啦，包括嗰、那个沙眼啊，啲香港人都唔系好多嘅沙眼 trachoma 吓，嗰啲咧系突眼性嘅甲状腺嗰、那个甲亢。嗰、那个角膜炎，同埋咧系眼盖咧烧红，同埋咧系结膜发炎呢啲嘅，即系有啲红眼睛呢啲嘅。咁咧呢个令到可以成为一啲即系滴眼药水啦，咁药即系一种即系嗰个润油啦，都可以用喺嗰、那个喺嗰个眼科嘅问题嘅。咁当然咧，如果你成日发现只眼好兴啊咁样样啦。咁可以滴一啲沙棘油呢即係隻眼度，一日呢就几次啦，五六次咁一日啦咁样。咁亦都对啲角膜嗰啲发炎啊，或者呢係做咗手术之后嘅眼疾嘅发炎啦，咁可以呢用呢个呢每日呢就滴佢三次啊，咁滴落隻眼度嘅。咁之后呢个可以直接落去，因为佢食得㗎嘛，係咪一个食物嚟㗎嘛。好啦，咁肠胃科啦就係咁发现呢佢可以防止胃溃疡啦、痢疾啦，同埋咧，嗰个肠炎
OK， 咁好多啲溃疡啊，同埋反即系反酸啦、啊，系咪？嗰、那个胃嘅不适啊，冇胃口啊，同埋便秘啊，呢、這个、即系个肠胃肠即系出胃肠嘅一般嘅问题。好啦，喺美容方面仲犀利咧，因为我曾经讲过啦。嗰、那個啲馬啦嘛，食咗之後咧，唔單止病好咗、傷好咗，連嗰啲毛都靚曬啊嘛。咁、即係好明顯咧，揸機油咧係會令到我哋嘅髮質咧係光澤咧，因為佢本身係有好多適當嘅維他命同埋抗胃炎嘅營養素喺度。好啦，咁心臟啦，咁因為揸機油咧可以幫我哋降低膽固醇啦。咁所以我都同大家都過去分享啦，膽固醇唔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嚟嘅，係個炎症咁樣。咁亦都減低我哋心绞痛啦，改善我哋心即係病人嘅心嘅功能啊，任何嘅心臟嘅問題嘅。咁佢入面有啲就有啲flavonoid 呢一類嘅嘅類黃酮嘅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處理我哋冠心病啊。心绞痛，加强我哋心嘅功能啊，同埋咧系我哋心律不规则啊，呢啲咁嘅呢啲咁心律不正呢方面嘅，咁即系你睇到啦，心脏方面、免疫方面咧啊，因为沙棘本身里边嘅抗氧化好多啦，可以防止氧化嘅问题啦，系中和身体里边嘅游离基啦，啊，因而咧系加强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嘅。系好啦，肝吓就大家吓一般都成得肝啦吓，咁咧系最主要咧系对好多肝嘅问题，改善肝嘅细胞嘅排毒嘅功能。咁佢有啲有机嘅酸，譬如 malic acid 啊、oxalic acid 呢啲，即系都系嗰个草酸嗰方面啦，都系嗰个沙棘本身有嘅。咁亦都可以减低我哋嗰、那个抗氧化嗰啲毒害啊，同埋。啲其他啲藥物咧，係傷害我哋肝嘅毒物嚟嘅，可以幫排毒呢啲咁嘅藥嘅排毒啦。咁佢仲有個卵磷脂方面咧，嚇、啊、可以減即係令到我身體個新陳代謝啦，去增強佢啦，改善肝嘅功能咧，預防脂肪肝。同埋咧，肝硬化最紧要、大家最可怕咧，就惊住肝硬化啦。系啦，一般都市人咧，对于好多时都出现到肝呢啲问题喺度嘅。系啦，咁你可以睇到咧，喺个总系消化方面啦，呢、這个主要嘅成分咧，就我叫 flavonoid 啊 ，flavonoid 咧呢一个咧系帮助我哋身体咧系清除嗰啲痰液嘅、即系减低吸即系嗰个呼吸系统嗰方面。呼吸系统啦，吓、皮肤啦，再讲翻皮肤咧。咁除咗系烧伤啊，仲唔单止烧伤、啊，就咁伤口啊，即系切割啊，或者任何嘅嘅皮肤嘅伤害啊，都可以嘅。咁即系喺因为佢嘅入边有个 omega 七系好得意嘅，咁咧系可以帮助我哋组织黏膜嘅问题嘅，咁亦都可以对。暗疮啊，嗰、那个玫瑰痤疮啊，嗰、那个昆虫咬伤啊，同埋太阳烧伤，咁因为佢本身咧亦都有啲系防紫外线嘅物质，咁、所以咧可以当为一种咧系防晒油都得嘅，起码咧你知道现时嘅防晒油咧入边啲成分咧已经被人发现咧系会同紫外线就成为致癌物质啊嘛，所以个好鬼死。讽刺嘅吓，我哋谂住搽嗰啲太阳油咧，就可以防止皮肤癌，其实反而佢系致癌添嘅，增进你嘅癌嘅。咁所以咧，除咗呢方面啦，同埋牛皮癣啊，咁都可以用嘅吓。将啲睇到咧，即系既然同一个咁严重嘅烧伤都可以，即系令到皮肤组织可以重新咧，好明显咧，你谂到乜嘢嗰啲？关于皮肤嗰啲问题，即系相对嚟讲已经系即系好 minor 噶啦，呢啲已经系啦。即系如果可以去到二级、三级以上嗰啲烧伤嘅皮肤，都可以有一个重生嘅机会咧。咁呢啲真系好，真系大梅见小巫嘅情况噶啦。咁所以好多护肤嘅产品方面咧，都含有呢个嘅嗰个沙棘油嘅，佢抗氧啦、抗暗疮啊、痛灼啊、痛楚啊。同埋有阵时候咧，有啲妈妈啦，或者女性咧，都系有阵时嗰个乳头咧有裂啊嗰啲嘢嘅，或者嗰个口疮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可以直情咧就可以用喺啲 cream， 正成为一个 cream 咧嚟到搽落嗰啲伤口所以呢个系一个皮肤方面一个真系好到不得了嘅。
咁当然啦，陈医生讲咧就系、是、嗰、那个如果你系晒太阳啊，唔小心啊吓，咁啊晒伤咗之后咧都可以用噶啦、嗯。好啦，咁仲有其他方面咧，就系、是、嗰、那个溃疡啦吓，即系胃啊，同埋就直肠溃疡啦。咁仲有系嗰、那个嗰、那个减肥啦，系咪？咁佢点样减肥咧？就系陈医生讲啦。它会令你的胃口减低、啊、不会这样这么想吃东西、啊、那令你的食量是减低，这个很简单的减肥。一般的伤口、啊、一般伤口呢，因为它令你的细、那个、身体的细胞重组了，当然不喜欢伤身啊、肋身啊、刀伤 啊， 啊甚至是被那些冻疮的这样的伤呢、啊、都可以，是因为它有很多抗生素的成分在这里的。嗯，即是用得很全面、哦、它这个沙棘油那个 的用途那方面、哦、即是无论是调理里面身体内脏 的功能性啊、预防性啊那方面，还有在外用那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发挥到个功效在这里。是的，那你看到它呢，它用的地方是即差不多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用的植物本身、啊、它本身的果实里面都可以有一些 food oil 的，是不是？它可以也俗称为果酱的、啊、也可以做一种外敷 的润肤的作用的。也可以它的沙棘种子是种子油、啊、不过种子油呢、那个成分呢，那个有效成分是比较强很多的、嗯、那个种子本身是吃得啦，也可以冲茶喝啦，啊、可以用果醬那些咁嘅沖茶啦。我見到咧喺中國大陸咧都有好多呢種嘅產品嘅、啊、甜甜地嗰啲燒嗰啲果醬、啊、果醬嗰啲咁嘅，你可以直飲又得，沖淡啲又得，可以做丁劑啊，嗰啲樹嗰啲嗰個本身嘅枝幹嗰度咧，亦都係可以做到好嘅功效嘅、嗯。好。哇，听咗阿袁医生咁多嘅资料咧，关于呢个沙棘油咧，咁总结上嚟讲咧，咁即系呢个沙棘油喺临床上面咧，可以对于我哋个嗰个嘅譬如好似啲最大嗰啲啦，系可能咧有啲人醉酒啦，即系宿酒啊嗰啲咁啊，或者系即系成日都要酗酒啊，其实系酗酒啦，系啦，喺个脑筋个方面嘅问题啦，喺嗰个烧伤个方面啦，或者系嗰、那个肝硬化嗰度啦，一啲嘅介伤啊，一啲嘅即系疲累症啊，消化不良啊嗰啲咁样样啦，digestion 或者系咧嗰啲嘅炎症啦，头先有讲过啦，炎症嗰方面。都有好啊，对于肝嗰个问题啦，护肝啊、补肝啊，嗰啲嘅黐肥啦，因为可以佢嗰个减低你个胃口可以好啦，呼吸道嘅问题啦，咁同埋头先讲噶啦，关于皮肤嘅晒伤啊，或者系嗰啲嘅，总之嗰啲任何嘅伤口咧，都可以咧喺呢个沙棘籽油里边咧，都可以发挥到好大嘅功效嘅。哦，咁香港人咧就都比较系即系繁忙啊，咁所以咧喺我哋六创健康店里边咧就有嗰啲沙棘籽油丸啊。咁一粒翻去咁样样，我嚟做一个日常嘅保健产品啊，咁样样食法啊，咁如果真系要去到外用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将嗰粒丸、嗰粒 capsule 咧，将佢吉穿咗去挤啲油出嚟咧，咁就都可以即刻我嚟做，即系涂上皮肤度啊啲嘢咁样样嘅。系啊，咁、其实沙棘籽咧，我相信喺中国大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嘅，咁价钱咧都好参差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嗰、那个即系好多。要睇个品质吓，即系嗰个来源地啊、出产地啊，其实系非常非常之紧要嘅。系呢方面我哋咧六创业都一向咧都系搜罗咧系最好最有嗰个医疗功效嘅产品咧嚟先提供俾我哋嘅病人啊，我哋嘅客人去购买啊，去共用啊咁样样嘅。好啦，今日我哋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袁医生同我哋即系分享咗今日嘅题目啦，那个沙棘油啦。咁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咧，可以打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会诊嘅，电话号码系25773798。而喺海外听众咧，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返我哋嘅节目㗎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